大家好，我叫做张亚成，吉拉大嘎固，我来自台东阿拉巴万，我喜欢打球，踢足球，我最喜欢恐龙的玩具，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冰淇淋，谢谢大家。南爱好吉拉大嘎固，我今天要带来的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这一个两只老虎有三个重要的单词，第一个 ，lugasao， 老虎，老虎 ，lugasao， 老虎，老虎，再来一个是 wigul， 尾骨，尾巴，尾巴，好，再一个阿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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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好。这个三个重要的单词，来，我们再练一次哦。lugasao， lugasao， 很好。老虎，老虎，再来是 wigul， wigul， 尾巴，尾巴，再来一个是 awa， awa， 没有，没有。好，你会了吗？会了。好。
家跟我一起念：鲁格少老虎，鲁格少老虎，尾棍尾巴，尾棍尾巴，啊哇没有，啊哇没有。这首歌里面呢有这两个单词，例句还能怎么用呢？来，鲁格少，鲁格少。好，我们来说说看这例句哦。哈奇盖古了鲁格少，哈奇盖呀鲁格少，哈奇盖，哈奇盖古了个少，古鲁格少。老虎跑得快，老虎跑得快，哈奇盖，哈奇盖古古鲁格少，鲁格少。老虎跑得快，老虎跑得快。好，再来一个是 we good， we good， we good， we good。好，尾巴 gamu du， gamu du， gu we good， gu we good， 努瓦住，努瓦住。再一次哦， gamu du， gamu du， gu we good， gu we good， 努瓦住。努瓦柱。小狗的尾巴是短的，小狗的尾巴是短的。好，我们再练习一次哦。鲁格少，鲁格少，哈奇盖，哈奇盖，古鲁格少，古鲁格少。老虎跑得快，老虎跑得快，尾过了，尾过。嘎木多，嘎木多，古古尾过了，努尾过，努瓦柱，努瓦柱。小狗的尾巴是短的，小狗的尾巴是短的。好，你们学会了吗？
家好，我叫张元轩，我今年7岁，我的族语名字跟我的阿嬷一模一样，都是族棍，我都跟阿嬷学族语。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冰淇淋。元轩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是张元轩，我今天带来的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我们在家庭成员这首歌要学习三个重要的单词，第一个叫妈妈，妈妈，好，爸爸，爸爸，第二个叫沙发，沙发，弟弟或妹妹，弟弟，来，第三个叫嘎嘎，嘎嘎，嘎嘎是哥哥，哥哥，会了吗？好，我们再念一次哦，第一个叫妈妈，妈妈，爸爸，爸爸，第二个傻发，傻发，弟弟，弟弟，第三个叫嘎嘎，嘎嘎，哥哥，哥哥。好，元轩很棒，你学会了没？会了，很棒哈。好，大家都学会了吗？
沙发玩。姐姐，妍萱，来，我们看一下，来，第一个叫妈妈，妈妈，妈妈是什么呢？爸爸。哦，很棒哈，爸爸，来，我们来练习造句好不好？好，来跟着我造哦。大家老吉妈妈，大家老吉妈妈，阿姑，阿姑，我的爸爸很高，我的爸爸很高。再一次哈，妈妈，妈妈，大家老吉妈妈，阿姑，大家老吉妈妈。哦，很棒，哎，我的爸爸很高，我的爸爸很高。好，第二个来，沙发，
傻发。傻发可以说是弟弟或妹妹，对不对？来，我们来练习造句哦。我们来造我的妹妹很会唱歌，好不好？麻烦啦，有沙发，有马六。麻烦啦，麻烦啦，有沙发，有沙发，有马六。哦，很棒！再一次，鲁马六，鲁马六。妹妹很会唱歌，妹妹很会唱歌。好，妍萱学会了没？学会了。哦，很棒哈！好，大家都学会了吗？我来这边可以唱很多歌，一直练习就会练熟了。谢谢大家。我今天很高兴能来这里表演，可是我很紧张，但是我把这首歌都唱完了。唱歌是不是很有趣，又能学会很多个单词，跟我们一起唱歌吧。